这路线有问题。这路线是往下走的，要下走还是往上走？往下走的。你看啊，往下走的线路，你看一路呢，它走这边了，走共三路线，一路走这边走 D 叉了，D 叉这边没问题啊，D 叉不漏电。然后右边这一路呢，它可能是走到电视那边过去了，然后这路呢，可能就是走到对面了，从这儿过来了。先把这个带 USB 的拆下来。哎呦，哎呀，这里边果然有线路啊，果然也是个汇集处。来，再测一下。哎呦，100多头。但是具体哪一路呢？咱们还得把这分开。来，线路分开了啊，咱们就把零线分开就行了，火线就不用管了。好，这下再来测啊。先睡觉。没问题。睡一个小时。嚯，是这根啊，这根有问题。看，100多头。现在爸爸没时间了。就这路啊，别的没问题。看，别的没问题。在趴着做那些啥？就这个。就这个呀。这个它又是哪儿的了？这下面有两根线管，两根线管。来，用我这根加长连接线啊，试一下。来，把一头夹到这根上，就这根线漏电吗？另一头来试一下啊，没响，没响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响了，这说明还不是床中间这条连接线啊，还是别的地方。这个树藤木刮一会儿把房子都拆来了。来，咱们再测一下这段线啊，就是刚才漏电的那根线，咱们再和配电箱这边测一下。响了，响了。就是刚才漏电这个啊，说明它还是通配电箱的。如果你这段线你不解决，送上闸之后其他地方还是没电啊。你看这儿的线路是一根黄色，一根蓝色，这儿你看啊，明显颜色不一样，所以说它中间呢还有连接的部分。现在就是从配电箱开始，然后到这儿，因为线路这个颜色明显不一样，中间肯定还有一个点。那这边也不是，其他地方再没了呀。因为这个是亲戚帮忙来弄的，他绝对绝对不会说那个河现在呢，我连盖板也不留，为了省那个盖板，一把水你抹平了，刮白了，不会。主要是他刮大白的时候直接就抹掉了，绝对不会。因为什么呢？刮大白的时候，他原来只要说他那个线拉出来要接线，就必然有河有孔。你像那种线路汇结处，它是直接塞到里面的，它就不会往出来流线。对，就这个吧。对，楼上的线就是从那儿上去了。这两个嘛。但是那边不漏电。不漏电。不漏电。这个是剪掉的是吧？那个之前他就没接。之前就没接。嗯。那这就两个线漏电。嗯。楼上总共就两个插座。对了，我看这个。楼上基本都排除了，楼上总共两个插座，这个线路都挺好。
所有的插座全部都拆完了。这根线漏电，下面这路线是对面墙过来的，然后这路线呢走那边了，走那边到楼上了。别的线路都挺好啊，就这个往下走的，它和配电箱的那根线是通的，但是这根是绿色的，配电箱的是蓝色的，而且配电箱里面是黄管，这是后改的，那边是铁管。哎，没办法啊，又遇到一个被堵了，100%被堵了，并线处被堵了，所有的都被炸完了，先恢复原状吧。给换了一个，对，你之前这个空气开关就是因为漏电才给你换的。这很多水电工师傅呢就这样啊，找不到毛病了就换空气开关。你要换空气开关的话，你现在把这路漏电的线直接接到这儿也能行就行了啊，就能解决这个跳闸的问题。我知道解决跳闸的问题，关键是负荷够不负荷够，但是解决不了漏电的问题。顶过去，先顶过去，顶过了，改天有空了给你打电话，我再买一个过来。哎，它上面那一排那个线是怎么装的？不是，这个不是，我不能给你装空气开关。不嘛，这个没事，那个还不是我找他们帮我装的。嗯，因为我估计你猜的对的了，因为我是好像是换下来一个，嗯，也是好像是跳了，我以为是什么、小了，嗯。他们也说是你那个小，外面还跳着呢、他们一般过来之后，他们嫌找故障麻烦嘛，直接就换了嘛。所以说你买个大一点的。嗯。所以你看旁边那个是25，这个是40的。对。所以就换了这个。对，其实是漏电。实际上是漏电啊。嗯。搞定啊。搞定了。我那个鱼缸呢？鱼缸我。好，搞定了啊，推电闸。没跳。没跳。没问题，弄完了，朋友们，修好了。你们知道我是怎么修好的吗？有些朋友不是说我啰里啰嗦的爱墨迹吗？你看我现在我不墨迹了，我直接就推电闸就完了啊！从开始去了说跳闸，然后到最后呢，直接推电闸就完了啊！这样不墨迹了吧？哎，没办法，主要呢，咱们经不住这个女同志的这个糖衣炮弹啊。好话给你说的啊，让你给他帮帮忙嘛，修一下嘛。你说咱这人又心软是吧？本来呢遇到那事儿呢就没打算再管了，结果呢，哎呀，又出了一身汗啊！哎呀，没办法。行，那我就骑着我的小摩托啊，我得先回家了。哎，回什么家呀？我又想起来了，有个客户呢跟我说了好几天了，也是跳闸，跟我说了好几天了啊。我今儿个我得下午再去看一下，其实现在已经下午3-4点钟了，时间不早了，维修漏电呢它有时候又比较费劲啊，但是人家说了几天了，我得过去再走一趟，今天晚上还有橘子呢，